2023电影频道星辰大海三天三夜采风创作活动即将拉开帷幕，全景不间断直播，生活化记录演员活动实况，40位青年演员将划分为10组采风创作小队，深入厦门海沧区，体验最真实的生活百态，通力合作完成短视频采风创作。全新升级后的星辰大海三天三夜新增每晚8:30中生代演员与新生代演员互动交流，分享从业心得，更有知名电影人担任班长导师，全方位保障青年演员的成长，让青年演员在采风体验、专业学习、短视频创作的链路中磨砺演技，锤炼艺德。2023电影频道星辰大海三天三夜即刻启航。